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到3楼，帮一位湖北的粉丝拿一台全新的15 Pro Max 512G 的黑色。明天阿柴也要放假回家了，然后今天就放一份这两天的报价给小伙伴们参考，小伙伴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这位粉丝本来是想改内置的，然后因为时间来不及了，所以他就改了那个异形电芯的方案。这会儿的话，机器已经改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卡槽改的怎么样。异形的电芯的方案，这个卡槽是开在这里，然后超薄卡槽呢是开在这边，我们做一个对比。小伙伴们喜欢哪一种方案？然后我们取下来看一下。可以装两张卡，但是那个超薄的只能装一张卡。咱们也录一个解锁的视频，因为这个运营商是 T 版的，我们拿一张 T 版的白卡，直接把卡槽取掉。这可以装两张卡，然后放入这个小白卡，然后再拿一张 T 版的自动卡贴面，然后直接装卡贴，3秒对着3秒，然后直接装卡。这是一个移动的侧机卡，装完之后把这边折过来，直接插入手机。插上之后，它直接就读到两个卡，看到没？直接读到两个卡，我们点取消就行。因为自动卡贴嘛，对吧？它自动来信号，现在已经来了。我们进入蜂窝网络。来信号之后，我们进入蜂窝网络，找到我们的卡，这是我们的卡，我们把这个数据脉打开就可以了。这些卡我们就不用是打电话和上网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异形电芯的一个方案，这个方案小伙伴们可以打几分。帮这位粉丝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准备收拾东西回家过年了。阿柴在这里也祝小伙伴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